醒定啲啊，靓仔。荣仔啊？系啊。文科毕业喎，有冇电话访问经验啊？有啊，我打电话问功课咧，问咗十几年嘅咧。今日开始翻工，有冇问题？冇问题啊，我咩都肯做嘅。你真系咩都肯做？啊，威哥啊，你估头先个傻仔会真系肯做啊？放心啦，一睇个样子就知好等钱使啦。为咗可以请我女神食我乜家姐，我一次性登记十个。喂哥，我要嘅嘢咧？哦，过数啊 ，check 下电话。哦，好，收到钱啦，多谢威哥。嗱，你翻去介绍埋啲 friend 俾我识，做到朋友咯，咁咪俾多啲居马费你咯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冇问题啊，合作愉快噶咯。啊，愉快，愉快，愉快，一定愉快。傻强，对唔住，我系差人。放心啦，一睇佢个样子就知好等钱使啦。个傻仔啱啱毕业想搵快钱，而家实名登记几张预付卡就赚成千蚊。佢一阵翻嚟咧，我就攞咗佢啲卡，用佢啲资料去呃其他人。而家怀疑你哋同近排发生嘅电话骗案有关，麻烦跟我翻差馆协助调查。当你以为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人登记电信服务没什么问题，又可以轻松赚钱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份子。CTN 提提你，切勿胡乱泄露个人资料给不法之徒进行违法活动，否则有可能要负上刑事责任的。